姜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完了光辉的一生。下面由姜老众弟子为其献上一套拳。今天我等师兄弟为师父打拳送行。为什么要心虚呢？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当年我要是跟我叔公学几招就好了。请全体来宾为姜泉岭老先生献唱《满江红》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预备，唱。好你个林大伟，原来就干这行。老子又没犯法，凭本事吃饭。你真是越来越不上道了。我可是蹲过拘留所的人，我怕什么？